哦，大家都来就是庆祝新邻居的搬入，然后这是包竹溪、蔡翩翩，还有车一平。我们邀请邻居，感谢参加，邀请进入。啊，我家里还没有装修好呢，大家都要进来。大家要不先在这个沙发上凑合，等一下，我把这个沙发先给换一下。沙发太丑了，就先放这一款凑合着用吧。然后我们要不要再加一点小沙发，就是可以坐在旁边的那一种，还是这一款呢？过来一点。等会我们把柱子放在一个新的地方就可以了。那我们先把。我们先把我们新邻居给应付掉。然后呢，我们再继续我们的建房。这样子坐下。蔡翩翩是我捏的模拟小人呢，我捏的模拟小人都长得很像，但是我就是很喜欢这一款的感觉。大家要不要坐沙发上来聊天？哦，等一下，哦，在这儿，我差点把我的外卖给忘了。谁呀？穿成这样啊，反正是乡村嘛，没有关系，大家见怪不怪了吧。我等会把这个给整修一下，看着真不舒服。哎，哦，还有在这儿，我还以为他走了呢，他为什么不过来？由衷赞美。我们在此坐着闲聊。哎，我们的主角呢？哦，我们主角在这儿，我们坐起来聊。我们的个性是不愿意承担义务，这些模拟市民在相同工作或干系一段时间后就会变得不快，离开工作或分手会变得快乐，要花较长的时间求婚会开讨论他们对承诺的恐惧。我们该走了，再次欢迎你。送走了一群邻居，那我得继续。那我们刚才是，哎呦，你还想睡了？我先让你去睡吧。然后，我们再来看楼下哦，楼下这里，哎呀，能出售吗？不能出售，只能放在，等一下哦，我把这个放在这里来行不行？还不行。
月之财运红包，这些装饰是为2019年2月的猪年春节而专门推出的。每当孩子们真想打开这些装满幸福、好运和财富的信封时，都会呈现出一副有趣而欢乐的景象。但作为成年人，则更应该花点时间去感恩馈赠者对你和你今后的美好祝愿。那既然这是一份祝福的话，我们就把这份祝福放到我们可以看得见的地方。妈的，还真的不能放。还真奇了怪了，还真不能放。我们先把这份祝福先放在这儿，然后等会儿再说。这个装饰品，哎呦，这装饰品还蛮可爱的。这是什么？哦， giraffe， 好可爱的 giraffe。 那这些是这颜色，为什么都那么丑？这颜色，我们的抱枕，然后这是电视吗？电视的话，我们自己选一份电视吧。我们再拿蓝色的吧。哇，这电视也太大了点。这电视也太小了。这样子可能正好吧。在这儿吧，我们在这当中再放一个桌子。放一个比较适合的桌子。这桌子蛮好看的。我呢，放一朵玫瑰，就放到这儿吧。这里为什么会有一个门呢？好吧，那我先把这个放在桌上。哎，这个还就真的只能放在书桌上吗？我来看一下门在哪儿。这个门挺好看的，我看看这里能不能就是装这样子的门。我把上面那个装饰品给去掉，这装饰品在这儿也不是很好看。嗯，在这儿吧，先放在这儿。哎，不对，按错了。
这是一个非常小的客厅，小的客厅，我觉得客厅就是要很宽敞的感觉。这颜色也不是很好看。看一下这红包能不能放在这里。哎，能耶。然后我们再放点装饰品。哦，小猪猪。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太喜欢小矮人。你们不觉得小矮人如果真的到了现实里面，大部分情况都是蛮恐怖的一种存在吗？我不知道，我瞎说的。这颜色总比那个颜色要好看一点。OK， 那现在还有什么要加的吗？那我们就来加一个。我们这里要不要放一个架子？因为家里毕竟比较小嘛，那多几个架子也没什么问题吧。那我们架子上应该放一些我们本身客厅应该要存在的一些东西，那应该有些什么呢？哦，我们既然已经到了，等一下，我先把这些先放外面吧。我觉得外面还蛮大的，蛮大的话我们可以田园风橱柜。那这些都是放在外面的一些，那我们就先放在外面，然后等会儿我们慢慢的来收拾来整理的一个放的一个位置。哎，这是走廊桌耶，这是实打实的走廊桌，要不然就，我好喜欢这个走廊桌呀，要不要放这儿？放这儿太挤了点。我们要不然就把走廊桌放这儿吧，放这儿吧。那红色怎么那么鲜艳呢？我们要不再弄一把椅子？哎，他这样走得进去吗？往这儿吧。来，我们来放一把椅子，什么样的椅子比较适合这个小角落？
我们要不然就弄个沙发吧。镜子，我一般新选的镜子都会嵌在墙上的，这样子会节省很多的空间。我觉得既然是一个女生住在这里的话，就是我觉得镜子还是蛮重要的。镜子放这儿吧。我们这里要不要也放一个窗户，还是说放其他的东西？我们还是放其他东西吧，窗户也太多了点。我们放一个这个，画作的话然后再放一些壁灯，窗帘的话我们选择这款吧。我总感觉这个有点格格不入，我们再来选看一下有什么其他更合适的沙发。小沙发就这个吧，这个看上去能放在角落，还可以节省空间来着。那我们现在应该还要再放一点什么东西呢？其实我很喜欢这个盆栽，巴黎波特的盆栽植物。哦，这好可爱哦！但是那个盆栽要很大的空间，有些时候就放不下。好可爱。我们来放一只猫猫，然后这个盆栽。往外走一点，我们这里是一个桌子吧，一个桌子上面要放一点。放一点该放的东西，这一盒巧克力。这是我们的纸巾，一定要放，很有用。平时哪里脏呢，就是随手就可以拿起来。哦，这是精致的展示品哦，这是展示品，我还以为就是一定要放在门外的那种感觉，但是这种展示品也比较适合门外的感觉吧，我觉得蛮好看的。我们先放在门外，然后等我们有空了再来打理一下到底应该放哪儿。那我们这里应该再放几本书吧。
对，放几本书。然后这是 cooking book， 这是教做菜的书。然后我们这里要不要再放茶壶啊？这样子就是看书看累了，就是可以喝茶。那喝茶的话，我们放哪儿呢？我们放在这里。OK，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们的架子上应该该放些什么。这些可爱的装饰品就可以往上摆了。我们香水也摆一下，还有些这个，哎，这个可以摆，这可以摆，这可以摆，摆这儿。哦，还有这个。Chocolate set， 这些书的话就摆在这里吧，摆在对，摆在这儿。我们刚才那些锅碗瓢盆，反正那地方也放不下了吧，那我们就放这儿吧。就是说我们这里都是一些新的锅子，就是还没有开始用，都已经穿模了，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们绿色的锅子 OK 差不多了。我们把这幅画放在这里。不太简单，笔筒。我们这个笔筒应该是放在书房这里，看一下能不能放得下，放得下，放得下。但是我把这个蛋糕笔筒放这儿，我们蛋糕放出来。这颜色是太深了点，我们来换一个颜色浅一点的。哦，这个好可爱哦，好像不能放的，算了。还有什么其他的呢？是莺歌爱蝶子之树。克德利亚公主的海盗男友们都很喜欢他们的鹦鹉，每当她交了一任新男朋友，对方就会替她的鹦鹉要一个蝶子。在她最后的一段恋情消失后，公主为了 一叠蝶子困扰不已，因为她将它们放在一棵金树上并挂在画廊的墙上，还蛮漂亮的嘞。如果他们不说鹦鹉，我还真的没有就是注意到这细节。OK， 这里有一个小小的，小小的卫生间。这书怎么在这儿呢？那我们书就放这儿吧。
我喜欢这面镜子，所以镜子就不变了吧。那我把挂在这儿，卫生间马桶，我们来一个健谈一哥吧。健谈坐式马桶2.0版是瓷质宝座之王，有了高科技的加持，这款科技产品能让你想放松身体或想找个人大概灵感就大谈灵感时给你最极致的舒适感。可以了，我们洗手的地方和洗澡的地方。洗澡的地方放这儿，然后我们洗手的地方真的不行，就只能放这一个。这能用吗？我们先把这个给放起来。那这个呢也不行，我真想把这个墙给打掉。那我就不纠结了吧，就放一个这么小的看一下能不能用，能用就好，不能用的话我们另想办法。我们看一下这能不能洗，虽然这种设计是不是有点奇怪，但只要能用就好。哎，是谁把吃的东西放在可口可乐上面？可以用哎，那看一下这能不能用，冲一个发人深省的澡。哎呀，不能看，远一点。能洗，太好了。然后我们来使用一下。现在能不能喷人？哦，能了。那我们让他来做一个约克夏布丁，一人份。做完以后，我让他到这里来坐下。再来继续，看一下这里的一个布局哦。
屁它都发臭了。那我们现在就来搞一下这个楼梯，这楼梯的颜色。那这颜色呢？哎，还行哎，有没有黑色？然后旁边的这个，还是用这蓝色吧，反正这个房子就是花花绿绿的感觉了。对，我们刚才的这个柱子还要加上去，我就怕都快忘了。那我们就先把这柱子加上去再说。加在哪儿都有点怪怪的。嗨，可以的，那我们把这个柱子稍微改的稍微细一点，粗一点，这么不好看。改成哪一种呢？这种吧。好，那我们现在就是要往楼上去搭建了。那楼上的呢，我们先从我们的壁纸开始。那楼上的壁纸，我们还是先从浴室这里开始。我把墙壁上的东西都清掉它。
哦呦哦呦，哦，等一下，我突然想起我们刚才那个门没有改，那个门可丑了。我们要改成粉粉的这种。然后呢，浴室这里的马桶我们也要装一个健谈一个。我们这里要装一个比较大的洗手的地方，来弥补一下楼下这么小的一块区域。那这是刷马桶的，一定要放旁边。这些都是洗发露啊什么的。然后呢，我们放在这里。牙膏、牙刷都是要有的。哦，这是毛巾。等一下，毛巾放旁边，因为正当中要放镜子。啊，说的我真的是口干舌燥的。我们多放几条毛巾。我毛巾可以放这儿吗？对。我们这里也可以放一面镜子。我们要放一面圆的镜子，放在这儿。可以。哎，等一下哦，把这个放在这里吧。镜子看着就是不舒服。OK， 这样子才对。OK， 我们继续放一点我们浴室要用的一些东西，然后毛巾、指甲油、棉签。这都是护肤品吗？这是我们的 foundation and primer。 哎，对不对，穿模了。就是地底上放一点樱花，就感觉特别的浪漫。放不下了吗？放不下就不放了。还真的就放不下了，算了，没事。我们要就是再放架子看一下行不行。
棉花球，我觉得这些东西就算不是宠物，我觉得人都是要备份的，万一有什么事情，你知道吗？然后这些都是一些化妆品啊 cosmetics 的一些东西，我觉得还蛮重要的。我觉得这些都是女生应该要必备的一些东西，怎么可以缺失呢？像厕所间其实也可以必备一些书啊什么的，就是一边上厕所一边洗澡，一边可以看看书啊，然后准备一点红酒什么的，还挺浪漫的。地方虽然小，但是我们就是要有一点情调在那里，生活嘛，生活就是要开开心心的。哦，这个是粉扑我们一定要有的，这是我们的洗手液，实在装不下我们就不装了。嗯，差不多了吧。然后这些都是一些装饰品啊。哎呦，不对，像这些衣架我觉得放一下算了，放不下。那看吧，不搞了，我们来搞一下我们的，哎，这里没有门吗？哦，门在这儿，这是卫生间的门。我们卫生间的门可以搞那么高级，我们放颜色不一样的。哎，等一下啊。嗯，这也挺好看的。我们地板的颜色，我记得它是只有一个可以挂在那里的，
这空间可以占地小一点，为什么我现在找不到？要不要买一点颜色比较淡的？这个吧。这小沙发。那我们身后的一些。我们要加个小壁炉吗？小壁炉加这儿的话，这要走得过去吗？加这儿吧。我们要不然把这一个给删了吧。A few moments later. 哦，大家看，这是谁？这是我们亲儿的孔雪儿。你慢点走啊，我们来给你打个招呼。哎呀，看来是来不及了。我们这位模拟市民的一个特点是乡村护理员。等一下，我先把名字先给。我们姓于吧，叫于婉苗。于婉迪，婉迪，这名字还行哦。OK， 那我们先来，我觉得女性就是要有女性的特征，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我不太喜欢那种女性，但是没有女性的特征。我们先来弄他的脸和肤色吧。我本人呢是比较喜欢比较白的肤色的，然后发型放在最后再说。我们的眼睛，我自从来到英国之后呢，时间一长，我还蛮喜欢单眼皮的，这种眼睛也蛮好看的。其实我还是觉得鼻子的选项还不够多。如果鼻子选项能够再多一点，就完美了。如果我没有参照物的话，我觉得我把所有的模拟市民的脸弄得都差不多，我觉得这样就不好玩了。我看一下，我应该把这个模拟市民的脸弄成哪种脸呢？还是先不要想那么多。总觉得这里怪怪的。哎，我刚才那个要删掉啦。
还真的蛮喜欢这个脸的，但是这个脸就，嗯，等一下，我觉得我们眼袋要弄一下，这样子就更加的真实。对，这就对了嘛。哇，这个发型，发型不错。我们下半身，就这样吧。我们床的话呢，还是要双人床。然后呢，我是想把它的一个壁纸先给换掉。我觉得这些都不要。这些灯也太丑了点。我们卧室的灯讲究的就是要舒适嘛。然后我们最好再来一个就是壁灯。嗯，在哪儿呢？等一下，我们蜡烛先放这儿放一下。嗯，壁灯在哪儿呢？在哪儿？我们的床头柜。哎，为什么？
我们来一个装饰吧，就是装饰品，我觉得可以放多一点，因为我觉得毕竟是女生的一个卧室嘛，我觉得女生卧室就是应该有蛮多的装饰品的。它在楼下的一些地方的，妈呀，都穿模了。然后这是一些眼影，还有一些就是我觉得茶杯也是要放一下的，万一要喝茶什么的放出来的。包包、香水，还有这个发箍，这个灯就放到这里来吧。这床边柜太丑了，我们能再来放一个比较亚洲系列的那种感觉的床边柜，感觉不是很好看呐、啊，那我就放在这里吧。嗯，天哪！我是想说，奶茶太好喝了。看一下颜色深一点的，这张脸是不是有点可怕呀？没关系，往上放一点，还得放在这儿吧。这是什么？哦 ，glass frame。那我们就做一个这个吧。里面会有不同的不同的花纹，我觉得挺好的。我觉得这种不同的花纹就直接放在这儿就可以了，就这里就比较适合。
340块钱也不贵。要不然就这样吧。斑点狗呀，我们在这里再放一扇窗户吧。不行吗？不行就算了，没事儿。不行的话，我们就放一点画吧。我觉得这幅画应该放在这儿比较好。然后我们这里再放点壁灯就差不多了。这里要放，这要放桌子吗？小桌子之类的。我觉得小桌子还是放一下吧，万一什么的。小桌子，等一下，我们换种颜色。那就这样吧，还需要一块有着星星的土壤的嵌入式园地，可资源户外。你知道根据国外有人把鸡当作宠物来养，我觉得还蛮好玩的。
我记得是椅子这里。你这绿色是不是不太合适？黑色其实还好耶。这里是田园风贵厨，我们隆重推出这款漂亮的田园风情贵厨，用来存放盘子，展示盘子。我们的外墙就这样，我们的楼梯为什么这颜色可以这么难看呢？我想知道一下这个怎么改呀？信箱。我们的垃圾箱放在这儿吧，放这儿。哎，不对，绿洲之泉形象。那我还是选绿洲之泉形象吧，虽然说我们先把鸡给买了，购买几只鸡，我们买一只小公鸡，一只小母鸡，棕色公鸡，白色公鸡，
白色母鸡。婉迪已经解锁了友善零食的配方，友善零食。动物零食的相关信息已加入婉迪的笔记本，打开他的笔记本了解详情。任意水果或者蔬菜。这是什么？这样子。平滑的，我们是不能够。哎，算了，就这样吧。这样吧，我想来看一下这狐狸是怎么偷我的鸡的。别走过去啊。就上厕所，上厕所。我总感觉这里真的住一个人都不太够哎。要不然再加一个模拟市民吧，我把这个鼻子换了，麻烦死了。好，就这样。你好，我叫泽里红文，叫关红文，薛红文。我觉得还是自然吧。我们音乐喜欢古典音乐、R&B、嘻哈、复古、流行、爵士音乐、田园风格音乐。活动的话呢，健身、写作、十字绣、唱歌、园艺、恶作剧、灵巧、烹饪、绘画、钓鱼、调酒。我们来。
一点天才吧，美食家，动物爱好者。然后这里再购买一下，购买大蒜。我还蛮喜欢吃茄子的，这些东西我都还蛮喜欢吃的。我们游泳池的话要有游泳池的样子吗？然后把一些该和游泳池配对的一些东西一起放进去。这里的话呢，就这样子。OK， 那我们现在就来到 BBQ 的那一部分。疯狂烤肉智能烤架，我们买两个吧，这样子，这样就挺好的。然后我们要买椅子。还要再买桌子，这个吧。我们在外面的桌上也要多放一点食物。那这里呢，我们要放一点灯。这里也是。这一个大的灯我们可不可以放呢？或是这是我们在后面的，对，这里可以放。那这里的可以放这盏灯呢，我们可以再放一点运动的器械之类的户外器械。那在食物的选项当中，我们在外面放点橙汁。我们在外面放蛋糕，哦对，应该可以了吧？最好不要放太多了，放太多都没有地方坐下来吃饭了。就这样，放一点喝的，然后鸡蛋。我们现在就要到运动器械这一部分，我觉得这个还是要买的，放在我们的后面这样子。然后跑步机，哎呦，这个太大了。
这样子有两个人就正正好好，就一个人实在是太忙了。豹纹蛙是什么东西？豹纹蛙在附料，在附近撒饲料。然后呢？我应该把这个池塘再弄得深一点吧，对吧？海鲈、罗非鱼、鲑鱼和鲶鱼。我们允许青蛙待在睡莲叶上。那我们现在应该还要再加一点什么东西。哦，对了，等一下哦。哎，等一下，这只狐狸怎么变成怎么老年狐狸？哎呀，算了，好可怜，已经是老年了，我们就不要赶它走了。我是可以走的就可以，我就怕这条路通不了。那可以这样挺好。那这里就是一个单杠，然后烧烤的地方，游泳的地方。
后后面是一些运动器械。我再想再加一点植物之类的，对不对？放在这里比较好。聊个天吧，问一下近况，然后提振心情，然后再讨论个益智谜题。我们坐到沙发上来讨论吧。讨论兴趣，血红门获得魅力技能，红门新的魅力技能让他可以更频繁的成功说笑话，并更了解红门是个天才。天才魔女是名，较专注于心智上的磨练，他们必须这么做才能感到快乐。他们现在是，这是坏掉了吗？没有坏的话，我们就吃掉它。深入对话。由衷赞美，
令人入胜的故事。我们先把绿条至少要提到一半多，然后再考虑粉条的事情。由衷的谈论水果蛋糕。刘梦静提出疯狂的轨迹，圈内笑话。我们来个拥抱。还行，还算有点像，但是会模拟市民，希望成为学校里面最聪明的孩子。那第二个，我想运动吧。哎，不对不对，颜色就不要选了。音乐的话，古典音乐、浪漫、爵士、田园、流行、嘻哈、R&B。为精神命名，机智都市。今天应该就差不多了，就是我呢，就是整改了这一栋乡村的小房，包括整个房子的上下楼里面外面，然后还有一些后花园，然后又给他添了两位模拟市民，一位是他的伴侣，还有一位是他的儿子，于婉迪、薛宏文、薛子佑。那目前呢，就是家里面的一些陈设，就是摆成这个样子。那以后呢，我觉得会在再继续模拟市民四的一个游玩过程中，可能还会继续有改动，但应该不是今天。
我还蛮喜欢这个书房的，这算是工作台吧？不不不，就是工作的地方。然后这个玄关，哎，这个到现在都没有清理掉吗？拿一片吧，然后教大家用餐。然后这些玄关放的物品，就是还是蛮真实的，我个人是这么觉得的。那我目前呢，对这个厨房也是蛮满意的，就是该有什么都有的。除了排风机没有之外哦，然后这里就是一个餐桌，那大家就是在这里坐在这里用餐的。那现在这个家里面是三口人嘛，那以后这一对夫妻还会再生一个女儿。然后这里是一个小小的客厅，在这里可以读书。那楼上呢就是一个会客厅。然后这里也有小孩的一张婴儿床，又是一个厕所。那这里呢就是卧室。目前呢就是这个样子，不知道以后还会再加一点什么东西。拖鞋啥的，不是鞋子，不拖鞋太大了，来自室内穿鞋。我们下次再说吧。启动情绪，气氛，睡觉，然后